乘客请注意时刻关上您的车门。您要是发现可疑的人或物件，请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或是用车厢内的对话机跟我们的职员联络。请问您好，您是谁？Emergency communication. One side.
Please, again. 请小心空隙。 The traffic light may be more. 咱们比的，咱们比的不容易。